吴老板，你请回吧。吴老板，不是你刚才说愿意帮忙的吗？请你帮我劝劝周银。二哥，你真要帮他？我哪知道他让我帮的是这忙啊！我知道，这是件大事，你不需要马上回答我。反正我在泾阳还要待上几天，但是我希望。 你可以给我幸福和开心。我要想想。那我就等着你回答我。酒喝够了，话说完了，我走了。 嗯，把这臭罗金瓜拿走！老四，二哥，应该立刻把他赶走。老四，我们那吴家的生意全靠徒儿担，千万不能随便得罪。得罪了又怎么样？二哥，你看看，你们几个听好。 刚才的事情一律不许外传，都散了吧。王世军，你过来。二爷，找几个人，把这金子看好。是。周莹啊，你们也先回吧。刚才的事情怎么处理，我们回头商量。 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哎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 你觉着呢？答应他呀。为什么呀？一出手就是20000两黄金，那比沈家可有钱呐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你还是想把我给卖了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好，咱就说这朵花，人家爬了这么高的山把它摘下来。 又大费周折带到泾阳，就这片心也不容易啊，人财两得，这是多美的事儿啊！四叔少奶奶，宴席这么早就散了？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，这是徒儿丹的一颗心。